五场三二六加二四，一百场十八进三次，连续三次，新世纪以来，在愈加成熟的华语电影市场中，很多导演怀着对历史的敬意与反思，纷纷将目光落在了历史题材电影的拍摄上。马上刘邦脸上就要有焦点。历史题材电影是被打上历史烙印的宏伟巨作，它将时代与社会紧密结合，将人物与历史事件环环相扣，用庞杂且细腻的电影元素加以组织，通过艺术性的演绎传达出对历史沉浮的感悟与思考，对永恒人性的解读与刻画。但是大制作、大投资、高风险仍然为历史题材电影的拍摄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对于任何一位有艺术追求和票房野心的导演来说，每一次涉足，在探索与尝试的背后，危险与机遇并存。预备，开始。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血脉奋张的时代，拜罗贯中所赐，大概非三国莫属。三国早已成为潜力无限的 IP 孵化。由香港导演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赤壁》以长坂坡之战开场。曹操在击溃刘备之后，认为孙权的东吴政权是他称霸天下的最大威胁，加上觊觎东吴大将周瑜的爱妻小乔，曹操不顾众人反对，执意攻打东吴。召丞相曹操亲率天子之兵平定荆楚吴越。刘备在军师诸葛亮的辅佐之下，率关羽、张飞、赵云求助于江东孙权，篡夺汉室江山。主公，我今晚就去东吴求助孙权。周瑜与郡主孙尚香、鲁肃等人则用激将法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我心已决，必与曹操拼死一战，与辽军结盟，破击曹贼。领命。在那儿安营扎寨，在赤壁的正对面。放箭。大战在即，诸葛亮设计利用大雾，草船借箭，满载而归。而此时周瑜成功使用离间计，迫使曹操怒斩水军主帅。挥出去斩。在赤壁营地，联军利用风向转变的时机，火烧连营，大败曹军。患难之后，诸葛亮与周瑜和小乔就此别过，相忘于江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次联盟让我结识了一帮生死之交。不管将来会变成怎样，周瑜永记于心，亮也不会忘记。作为《三国演义》一个部分的续作，电影利用小说从中求异，结合现代的话语语境，大胆加以改造、渲染与虚构。在小说中，诸葛亮的草船借箭与周瑜精明地利用蒋干除掉蔡瑁、张允的情节是完全脱离的，而在影片中却巧妙地把这两条线纠结在一起，并且没有丝毫破绽。岂止是这封信啊，
我还听到他们说什么缺箭，需要咱们这边的朋友帮忙。今日送箭，明日就送老夫的人头，是不是？你出去，斩！94000，94200，94600，哈哈！用曹军的箭射曹军，这仗有的打了。行，我们走啊！潘天一胜，你干什么？你们这是干嘛？张将军，你不能走啊！你在这干什么呀？张将军，他们都是病人，不能走啊！快点！你们别让他们动，不能走！弟兄们，千万不走啊！这病还没好啊！你们不能走！别走！去哪里呀？你们要走，再怎么拼下去，片中导演让刘备以忍辱负重的方式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此刻形势紧急，你却要撤兵了，生死关头却临阵脱逃，简直是背信弃义。封停了，在蒙骗了盟友，蒙骗了部众的同时，也骗过了曹操和几乎所有的观众。这个瞒天大计，可能是电影对历史真实及小说描述的一个最大变动。对于曹操的处理，影片延续了《三国演义》的感情倾向。曹操阴险地把患瘟疫而死的士兵尸体运到孙刘联军的驻地，让他们也感染上瘟疫，最直观地表现了曹操的阴险奸诈。小心烫着。没事。此外，蒋干过江到了贾书信，在影片中，曹操将蒋干置于死地，也将曹操多疑及残忍之性格表露得淋漓尽致。害得我跟你一样蠢。但是面对呻吟而面带沮丧的士兵，曹操讲到了自己患病的儿子曹冲。他从小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可是在我面前他总是装出没事的样子。在他闪烁的泪光中，感受到了其深沉的父爱。时代和语境发生了变化，超脱的观众评价也自然具有更多公允之处。我还要把你们都带回家去呢。但影片的改造处理中也有不少不当之处。长江水清，山色长。最为明显的就是对曹操好色性格的摹写。曹操为了小乔而挥军南下，并在大战中却因为要品茶而贻误了战机，这种处理方式就是真正误解了历史，也无限贬低了曹操。丞相正跟那娘们喝茶呢。喝这烹茶最难的是什么？茶叶、火候、水质、器皿都有讲究。比较难的是煮水。煮水？嗯。你们看，风停了。大哥打这场仗
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没想到我会输给了一场风，因为你不懂什么是天意。我也没料到我会败给了一杯茶。全速前进。电影虽然在战争场景的大场面处理上用力颇深，但最后的指挥依旧在于反战，这是影片留给观众最深刻的体悟，也是影片最大的价值所在。大家都输了，莎士比亚曾经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每一个历史的瞬间，同一位历史人物，不同的导演也会用完全不同的作品报以自己的理解。由李仁港执导，耗资高达1亿元的古装历史战争巨制《鸿门宴传奇》，讲述了秦王朝以暴政治国，天下大乱，刘邦、项羽两大英雄豪杰引得樊哙、张良、范增、萧何等无数热血男儿和雄韬谋士来赴。我们义军的誓言是什么？誓灭暴秦，拯救万民。楚怀王为了离间二人，约定先入咸阳者可称王。刘邦奇谋抢先入住咸阳，最终导致刘项这对惺惺相惜的昔日盟友彻底决裂。秦朝灭亡，随即拉开楚汉之争的大幕。项羽预备摆设鸿门宴，计划必要时在宴上击杀刘邦。鸿门宴上，项羽刘邦双雄对决，这场盛宴决定了日后谁是最终的王者，而最后的结局却以两败俱输收场。你知道这赴会的代价吗？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心惊胆战，他们跟我说每一句话，觉得他们要害我，我已无人可信。从电影的眼光来看，巨资打造下的视觉奇观营造了历史场面的恢宏气势，颇具好莱坞的大片之风。而鸿门宴的传奇以及杀气腾腾的悬疑铺垫，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片中故事人物的性格，项羽的有勇无谋，刘邦的狡诈刻薄，樊哙的耿直无畏，张良的智慧贤良，基本都符合历史人物的神韵。但对于寥寥数笔的史书记载，电影《鸿门宴》也对历史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谁不想当霸主？于是《鸿门宴》几乎被演绎成了鸿门义，义旗成了贯穿全篇的线索。此局我下去五六，二入二，平八三。萧何乱棒加身，韩信万箭穿心，樊哙挥剑自杀。导演在讲故事方面的精心构造，彰显了历史传奇的叙事张力与审美魅力，对中国式大片的发展富有启示意义。
而另一部同样以楚汉争霸为题材的电影《王的盛宴》，导演陆川却试图呈现出一代帝王汉高祖刘邦内心的惧怕。电影通过老年刘邦以梦魇一般喃喃地讲述自己由一个平凡人走向一国之君的心路历程，回忆与现实交叉并进，回应着刘邦一生中两个最恐惧的敌人项羽和韩信。猴子，整部电影其实也是讲述了陆川心中对那一场千古名宴《鸿门宴》的解读，对历史、王权、欲望、情谊多维度的深刻反思。那也是我一生中最黑暗。重头戏《鸿门宴》没有想象中的浓墨重彩，最华彩的一笔反倒是讲述刘邦被引进奢华阿房宫时的心态变化。欲望的种子让我看到了自己心底像大海一样的欲望。就整个历史而言，很多真相永远会隐藏在黑暗里，而这也可以说是本部影片的一个主题。刘季，影片用不同的人物角色来凸显出对这一主题的挖掘，试图诠释着历史是谁来书写这个错综复杂的命题。秦王宫连同密藏庞大户籍体系的数据库机器，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而且成为导演政治言说、权力隐喻的载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电影着力表现了吕雉和刘邦一族如何篡改历史人物信息和打扮历史。你给皇后看。陛下，计时是留给后人的。那你给我写好点啊。是陛下，您说什么我写什么。我看了你们写的鸿门宴，樊哙一个人能冲。作为韩信的密友，当萧何看到史官居然把鸿门宴上刘邦成功逃窜的行为写成樊哙一人勇闯项羽军帐的营救行为时，大为气愤，执意要将韩信得到项羽授权帮助刘邦出走的事实写进史书，却被前来的吕雉横加阻拦。葛淮阴侯韩信的历史已经写完了。在吕雉命人写好的历史中，韩信是个叛臣逆子，已经被正法。你们是不是把我的也写好我跟陛下说过了，你的让你自己写。历史在这里变成了权力的操纵。如果说《赤壁》《鸿门宴》是用电影手法将2000多年前历史典籍里的字句进行泼墨写意，那么发生在上世纪，至今影响着中国与中国人前途命运的历史事件，更像是摆在电影导演面前需要工笔描画的蓝本。
改编于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一九四二》，以真实的笔触再现了一九四二年河南千百万灾民逃荒、三百万饿死的历史，展现出七十年前一个积贫积弱、被饥荒、战乱和绝望所充斥的中国，一段刻骨铭心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影片在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下，把历史、人物、环境交织在一起，在历史的环境下审视个人，同时通过个人的记忆重塑历史。小包子，今天呢都在人家吃了。面对饥荒，粮食成了河南盐津的财主老范最为关切的宝贝疙瘩。但是土匪兵患的一场混战，毁掉了老东家一生积累的宅院，也彻底毁掉了原本平静的生活。爹，啥叫逃荒呀？不愿意饿死，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咱穿上出嫁了衣裳，出门见稀，吐个机灵。一无所有的农民们携家带口，带上祖宗的牌位，走上逃亡之路。但不是去逃荒，咱是去躲灾嘞。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咱就回来了。即便是穿上出嫁时花衣裳，也丝毫掩饰不了逃亡者的命运与悲哀。行了，是个男孩，活了。祖宗保佑，祖宗记得呀。把他掐死吧，逃荒路上我身上一点奶都没有，养不活的。日军发起了猛烈的空中攻击，溃败的中央政府、国民党军队与难民们不期而遇，相拥狭行，爆炸、扫射、哭喊、奔跑，财主老范的避难之路成为了真正的逃亡之路。东家，东家，你没事吧？我都不是东家了，啥都没有了。作孽呀！原来咱说出来是多灾的，现在好也成了逃荒了。善良的乡村牧师小安竭尽所能告诉难民们要皈依主，但眼前的现实让这位虔诚的牧师也近乎崩溃，开始质疑神圣的信仰是否能拯救天下这些饱受饥饿的肉体。 If the Lord can't win, why believe? 还指着他穿香火嘞，梁上满。为了挽救病入膏肓的母亲，瞎路已无法再顾及父女之情，他下定决心打算卖出自己的女儿。我就是把孩儿卖。尽管经过妻子花枝的强烈阻挠，没有能卖成女儿，但对瞎路而言，为了生存已无所谓父亲的尊严。现在就上吊给你看。上吊有饭量吗？你知道我为啥要嫁你吗？东家不是说了，相互有个照应。你有了老婆，明天都可以买老婆了。我有了老婆才一天，我可不买。买吧，买了我
我能得几声粮食，我能活，恁也能活。但是孩儿不好卖，现在让孩儿有了爹，我就放心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顾生命危险躲过新闻审查，深入灾区一线了解事实真相。他回到重庆后，通过重重渠道将此事告知政府高层，希望推动国民党政府赈灾，缓解灾民受困的问题。瓦坎达兰港吃人，吴先生，去曼德勒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试图向蒋委员长提出赈灾请求，但在重庆，他看到的是蒋委员长正忙着处理国际国内救国大事的焦头烂额。白生能够克服。老李，咱可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今年河南大旱，又起蚂蚱。当他向第六战区蒋鼎国司令长官要求减免军粮任务时，他又遭到了救国与救民孰先孰后的质疑与困扰。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如果当兵的都饿死，我们就会亡国。高橋君，新兵はもう調達済みだ。食料だよ。在天灾人祸面前，日本人利用这些灾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的理论，用粮食赈济河南灾民，吸纳中国人作为日军的后援力量。想救助难民的无能为力，救助了难民的却是充满着阴谋，这就是1942年的河南难民所面对的真实惨况。是，是。麦，辣。啥招别啥招，都警一下啊！我是洛阳战区北府上的丁丁。影片对人物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演员准确拿捏人物心理，使表演不露痕迹，极大地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我念过书，我识字儿。嗯，懂，过去吧。当人贩子选中了星星，范老东家心里先是一喜，女儿终于有了活路，可转念又是彻底的心凉，女儿进了火坑，自己却无能为力。范老东家与女儿惜别，欲哭无泪。爹，没想到我老范家当年想买闺女。爹，以后别想我，就等我生下来的时候，你就把我掐死了。老婆，打山西下来了呀？嗯。咋往回走呀？山西没活路。山西有活路，就是我没有活路。心如死灰的范老东家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即便死也要死在离老家近些的地方。想死的离家近点。娘。但路边那个孤零零的小女孩给了她生存下去的勇气。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俺都不认识了。
范老东家和小女孩仿佛一曲生命的赞歌，让观众体会到蝼蚁一样的劳苦大众爆发出的生命的坚韧和顽强。一子女儿，走吧。讲故事是电影叙事的核心功能之一，而由高群书导演执导的电影《东京审判》的故事是发生在70年前的一个真实的历史大事件。1946年3月，受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的梅汝敖飞抵东京，协同检察官向哲俊、倪征玉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其他十国法官，对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电影《东京审判》以一种宏大叙事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审视和展现。导演在给影片定位的时候，最单纯的目的就是真实。マテイです。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私は無罪です。無罪無罪無罪。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但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电影，仅凭所谓的真实而没有一定的艺术含量作为支撑，也无法让作品产生撞击人心灵的强烈震撼效果。影片中法庭上深绿色的基调、沉重的音乐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面对这样一个重大复杂漫长的历史事件，创作者没有依照历史记载对事件和人物简单再现，而是充分利用法律调查的空间，通过证人、检察官、律师、战犯的交替出场，重现了法庭之外的战争风云，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多个侧面。Court. The seating order of the judges will be as follows: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China, the Soviet Union, Canada, India, New Zea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I can accept that arrangement. The seating of the judges in this trial. 开篇，中国法官梅汝敖为了争取中国的第二座次席位，与主法官进行了3次激烈辩论。Right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is arrangement originated from an order given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MacArthur himself. 导演专门用大量的篇幅展示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精神潜移默化地移植到观众的心里。I'm a judge, a Chinese judge. I declare the trial of the 28 Japanese defendants. 影片很巧妙地通过了庭审这一贯穿全片始终的元素，通过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时间、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等重要战犯的罪行一系列庭审内容，将整个故事的情节和节奏衔接得张弛有度、扣人心弦，令模式化的历史人物本身更加兼具了戏剧色彩。我只有一个权利。 What's that?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简直就是猴戏。My name is Robert Wilson. I'm an American doctor. In 1937, I was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Jinling University. I was pastor in the Episcopalian Church in Nanjing. 我姓武，叫武常德。我家住南京中山路11号。Nanjing became hell on earth.
The Japanese army went into a killing frenzy, burning everything in sight. Endless looting and rape. Unless someone has something new to add, we will begin voting. If the law could not punish Japan and the criminals in this severe way, 当整个法庭不赞成死刑的法官占据多数，梅汝敖等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们斗智斗勇，终于以6-5的优势将七名罪大恶极的战犯处以死刑。Yes.审判的现场和历史影像的穿插与运用，既包含着反思历史的凝重，也传达着创作者的悲情，使影片最终具有史诗的品格。All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guilty as charged.1949年内战结束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太平轮往返于内地和台湾之间。1月27日，年关前夜，最后一班开往基隆港的太平轮，载满重要货物和各色人等，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逃亡之船、团聚之船。然而，刚刚行驶了40多分钟的太平轮，却在白节山附近海面与舰员轮相撞，932人遇难，仅有36人幸存。太平轮以其火爆而恢宏的场面，与人物之间丝丝入扣的情感线索，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做出的戏剧化处理和艺术想象，将这段历史以导演吴宇森认为应当具有的模样展现给观众。电影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取名为《乱世浮生》。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军将领雷义方以惨重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幸存者还有通讯兵佟大庆，以及台湾籍日军军医严泽坤。你好，我叫雷一峰。我知道你是谁，没人不认识你。你是有名的抗日英雄，报上都叫你雷疯子。抗日战争结束，雷一方与千金小姐周韵芬相恋结合。好，再坚持一会儿。佟大庆喜欢上了跟自己假扮夫妻拍照、各取所需的孤女于真。这也不是认真的，随便安一个就行。不是想着万一以后能见着的吗？快上车，出发了！两人相遇不久就各奔前程。你要活着，别死！放心吧，有你和儿子保佑我呢。严泽坤顺利回到台湾。乘坐太平轮穿梭于海峡两岸购买药材，却心系青梅竹马的日籍女子雅子不能忘怀。届いてないけど、すべてが無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お返事待ってます。内战的爆发迫使雷一方和佟大庆重回战场。周韵芬和家人乘太平轮去了台湾，
从此开始漫长的等待。表哥，嗯，帮我也拍一张。好呀，让我好好记住上海。来，一、二、三。而于2015年5月推出的下部《彼岸》，则接续上部。讲述了在最后一班去往台湾的太平轮上，台湾医生严泽坤、底层女性于珍、雷将军的通信兵佟大庆，还有士官顾先生一家，在慌乱中于太平轮上相逢。真没想到你也在船上。不是做梦吗？佟大庆，在战乱年代，命运的齿轮开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历经悲欢离合，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期抵达。虽然太平轮事件一直被媒体称为中国版的泰坦尼克号，但是影片《太平轮》并没有将船难过程作为制造影片视觉奇观的主要因素。吴宇森试图借助太平轮来表现他对于历史的思考与感悟，人们究竟出于何种原因而不顾一切地想要登上太平轮，想要求渡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彼岸。战争与人性并重，情感与暴力均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国民党将领雷一方率部与日军血战，英勇无畏。呼叫炮火，覆盖地下堡。其气壮山河的军心与士气，与后来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役中的无奈与绝望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奈。国民政府的腐败，部队指挥决策的愚蠢。作为军人，雷一方经历了人生中无法忍受的失败，最终只能以死复之。我做一个军人该做的事，我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投降。于珍从东北到上海，一路颠沛流离，只为寻找当兵的丈夫。两个人遇到有多难，我一路逃，一路找他。我们都在等待战争结束，我信他活着。他跟我说，人要想活，就一定能活。他白天在医院里照顾伤兵，晚上则去寻找可以挣钱的工作。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以及买到去台湾的船票，甚至忍辱做了妓女。六位主人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经历着各不相同的人生考验，用人性的光辉照亮了历史巨变中黑暗的天空。一方曾跟我说，我就是他的家，只要我在，他永远找得到路回家。为了表现片中三对男女在战争年代的爱情，吴宇森更是大胆运用了大量的超现实和理想主义美学手法，来表现爱情超越现实、求渡苦难的力量。在影片结尾处，为了保护落水的孩子，
在搏斗中负伤的严泽坤眼前的海面上出现了爱人雅子的幻象，他一步步地朝着严泽坤靠近，正如同他在被遣送回日本后来到海边自杀的场景一样。毎日海へ行ってあなたを思います。雅子的独白讲述着自己对严泽坤的思念以及对这份爱情的忠贞不渝。そうすれば私たちもまた。导演吴宇森正是通过这样的场景设计和美学构建，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唯有爱才能将战争中饱受摧残的灵魂求渡到脱离苦难的彼岸，彻底地诠释出来。尽管中国历史题材电影仍在探索之中，但随着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提高，来源于历史长河丰富给养的历史题材电影已经逐渐从耳熟能详的历史段落和人物传奇投向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以电影的方式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也正在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拭目以待。炮火连天的视觉震撼，烽烟遍地的场景营造，英雄的豪气，人性的挣扎。我没听见，我留下。能动会的跟我把炸药顶进来。残酷与浪漫同在，血色与爱情并存。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敬请关注行进中的中国光影之战争片。